都很开心的哈。好嘞，接下来呢是安排的这一堂课的这个体育竞赛当中，第一个项目是篮球比赛。那么我们就让国内两位男队先投进两颗篮球，获得两分，那男队就获胜了。在场的同学们，你们是最佳的啦啦队哦，一定要给他们加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先大声倒数三秒，大声一点哦，预备。篮球比赛开始，计时了，来，我们的主播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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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的主播
师妹也非常期待想再见到我们最可爱的海豚朋友们吧。海豚伙伴是需要大家的热情的哦，来吧，让我们一起把双手伸出来，给海豚最精彩。